那种心里多少是被这感动到了哈。来了，两位。Yes。只有两位了，身材相仿，但是个性大不同。也是一样啊，请把你的礼物45度角拿高高，低头，闭眼睛，讲说，请你跟我做朋友，1、2、3。请你跟我做朋友。要考虑，闭眼睛了。到底是谁？偷看，偷看是不是？哇，真的是黑巧克力，上次是草莓的。啊，正式来，正式来了，好，闭眼睛，闭眼睛。恭喜！好啊，好啊，不玩不玩了。我很紧张，你不要叫。我说。我会撞你啊！你刚开黄腔，我还没给你算账。好，正式来，正式来，来，音乐，音乐，到底会选谁？等一下，这个时候你是看了一眼五号，我刚看到。他妈斜眼看五号，苏州卡在中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看到还不小心瞄到我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哈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等会再说了。好，请继续音乐，紧张紧张。我们的运动帅哥 Benny 会选择古怪精灵的紫萱还是娃娃音的丫头呢？买个关子，下节课告诉你。Check it out。我们的运动帅哥 Benny 会选择古怪精灵的紫萱还是娃娃音的丫头呢？赶快回到现场来揭晓吧。为什么会选丫头？为什么？因为本来，因为虽然说原本就是本来说不喜欢围围巾的，啊，因为有时候想说心意哦，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是心意问题，对，爸爸现在心情怎么样？研究他有没有不爽的表情。你说精神吗？他很快问，然后我就一直看。没有，刚刚只是开玩笑而已啦。那丫头也很开心了。上一次安谷选择你吗？对。那这次他选择你？对。我看小心只有在家烧炭自杀的份。烧炭了，我跟你讲。好了，那麦克风交给我，浪漫的音乐请下。牵手啊，你干嘛？怕被骂是不是？好了，怕被骂，尊重尊重。恭喜我们的 Benny 和丫头速配成功，祝你们彼此友谊长存哦。Jason 在后面也算是待了一阵子了。好了，那刚刚如果还想要继续跟壮男交往的话，我们这边不排斥。想选择五号 Jason 的，请起立。请出列，最终还是两位在厮杀。这两位一开始就锁定你了，没有吧？啊，我不清楚，不清楚。往前一步走了，来，表白时间，音乐。先生你好，我是瑶瑶。先生，对，因为我本身就是长得还比较高大一点，所以还比较喜欢就是可能就是身材壮一点的人可以保护我。那我刚才得知你喜欢的还是女生，感觉还蛮欣慰的这样。对，那因为本身还蛮爱哭的，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以后是我难过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让我躺在你怀里哭这样子。那我比较希望就是说你想要围给四号的围巾，希望你可以把它送给我。谢谢。向前一步走。好的，表白时间。Jason 呢，虽然我刚刚就是有选二号啊，可是我发觉那时候就我只是一时的被蒙蔽，然后其实就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好人，而且真的你看起来就是一个虽然外表壮硕和内心很温柔的男生，然后你很喜欢做家政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做草莓蛋糕，然后一起吃，希望你可
以接受我，谢谢。有选择了，稍微想一下。OK， 现在把你们的礼物拿出来。来，讲了一句 slogan， 请你跟我做朋友。一二三，请你跟我做朋友。只能选一位。这是一个很难抉择的时刻。很难啊。好不好玩呢、啊？又是一出两女抢一男的戏码，我们的大智老 Jason 会选择哪一位呢？赶紧回棚内来瞧一瞧吧。为什么选悠悠？因为单身一阵子吧，之前也有很难过过。你对，所以我知道那个痛，所以可以当朋友安慰他，这样逗他开心，或是。对，这反映到时事。你现在已经单身一阵子了。对啊。心里到底是最痛的地方是哪里？最痛就是心很空，好像少了一个什么。对。你也有这种感觉过吗？对，因为我之前女朋友交往快七年这样。哎呦，对、啊，怎么回事？距离的关系吧。对。好，来麦克风给我，你麦克风给我，奏乐。浪漫的音乐，请牵手。浪漫的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不要，他会 care。现在浪漫，要浪漫，对不对？要浪漫了哈、哦。好，浪漫，先音乐，你们两个先对看，因为两个心有灵犀，然后慢慢把手牵起来走出去，先对看。难看的模样，恭喜速配成功。不会怎么样了？不会怎么样了。不要哭了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好，我不会哭。没办法，我是比较不喜欢跟你过圣诞节。哦，我干嘛提那个事啊？没关系啊，我也不喜欢那种就是犹豫不定，还要听人家意见才决定要不要送的男生，就是有点娘。你在反目？对不起啊，就是生气，生气，小杨生气。哭了，哭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是有点情绪化了。哭了，你看，哭了，为什么哭？啊，但是他没有啊，因为你们一直起哄啊，我想说那就做点效果哭一下好了。我说瑶瑶，你就别再强颜欢笑，自己骗自己了。失去了大智老没关系，我的身材也不错。我相信啊，很多少男少女啊都蛮喜欢交朋友的。对啊，你自己呢也想要跟阿咪一起一样吗？还蛮想的，我在旁边就一直不停地在尖叫。对，因为我在路上啊，真的在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自从有这联谊的单元之后呢，我不管到健身房或者是篮球场，很多男生啊都说可不可以来报名参加，就自我推荐一下。我也是很，我们也是很欢迎啦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妹妹联谊或者是交朋友的话，不妨就把你的资料寄给我们。然后我们现在有自己的网站啊 ，wu.com.tw， 你就可以来报名啊，然后跟我们交流一下。妹妹呢都愿意开放空间给大家交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非常开心，所以下课啦。谢谢老师。